打游戏打游戏了。这把我们对线卢锡安呢、啊，那不激光吃死你！胆子大啊，上来点我，偷钱流。他这卢他卢锡安居然敢点我，早知道他这么嚣张。我靠，你不就不把我学 Q 死你啊，红光能量啊！你这两下一打你就没血了呀，哈，你这哪吃得消啊，你这哪吃得消啊，嚣张嚣张，哎，你这吃得消啊，你这吃得消啊，我的天哪，你在玩火，盲僧抓，这不抓就太咸鱼了。哎，有眼吗？好像是有眼。一激光吃死你！哎，红心能量炸死你！现在知道痛了吧？哎。一激光，哎，吃死你！你还能有办法了？他有闪，哎呀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一闪他就闪，他在骗我。我闪他就闪了，感谢风风的飞机，谢谢。这个线很好，我决定买一个这个。这个维克托现在走路巨呆，巨呆，这线很好，控回来了。他在骗我，你知道吧？我闪他肯定闪，把我骗到塔下。所以这波不会闪的，除非我是闪激光，他来不及。一匹啊，你吃得消？哎呦，炮车漏了。我虽然前期伤害不高，但是还是有的呀。我靠，你这不死你往哪跑？你告诉我，你这不死你往哪跑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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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激光，炸你，点你，看谁痛，激光看谁痛 ，Q 你，炸你看谁痛，上不上了？不上了吧？吃不消了吧？回家，哎，没 A 出来。这个激光已经准备好了啊，这个红心能量已经 A 到小兵了，炸不出来。但不亏，啊，他这个就根本没打钱。20刀，压了十几刀，还行。这个血量随便打。不能跟他绕，这不能跟他绕，这不能跟他绕，这绕巨炸，赶快把线压进去啊！赶快把线压进去，不杀这个人不杀，我们过去追他就跑了啊，是绝对追不到的。你不追他才会反头打，所以像这种你要看清楚，
出个这个。哦，人家满了，吃果子吃满了。我第一件装备还没做出来，很伤。你在干嘛？哇，就硬偷我，硬偷这个人，那就一激光，并不是很伤。开一个这个，缓冲一下。上来就是一激光，很好，塔砸一下。哎呀，好，吃个蓝 buff， 我没双招，我得小心他的蜘蛛。这个线不太好，撤！法师也做一下，这波他肯定以为我回家了，哎，看看盲僧怎么说，我靠，才四级，不太好搞，差眼了。大招大招，直接炸直接炸，没踢到，踢到可以搞，他蜘蛛来了，我撤。买个节奏。不着急，我的核心装还没有做出来，但问题不大。盲僧的脚法并不是很好，并不是很准。小妖他二十刀。我有几把，但是好像帮不到。哎，他可能要从野区这个位置过来哦，可以搞一搞，可以搞搞。等一下，哎，没事，你飞也没用，很好。OK， 这个是肯定死的。这是肯定是的，跑不掉。一箭三雕，哎，好，钱已经够了，这个舒服了，有蓝 buff， 炸一下，痛不痛？我护盾直接把他伤害挡了，痛不痛啊？没办法，不给他打钱，啊，不给他打钱。身体好，顶住，想抓我不存在，溜溜球，可以再推一波。他上路不见了，眼差的有点小歪，但是没关系。
哎，我给你打钱。啊，来人了！哎，搞你个闪！再追，跑的，上当，你以为啊？雕的一，一箭双雕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护盾差一丢丢，护盾差了0.5秒，没出来，不然这波就双杀了，太舒服了。行，能接受，能接受。买个这个，500。OK， 很好，有猛龙摆尾啊，皮不起来。刚才卢仙在骗我交闪现，哎，我看出来了，我不交，我一交他就拉开了，我没招。他想把我骗过去，然后让蜘蛛来杀我，但是我很刁，我不上当，除非能秒他。那个血量秒不掉我就不交，他是相当的难受。塔皮试一试，好 ，OK， 可以，炸一套，爆炸，一套直接爆炸。但是这波呢，我没有的闪现啊，我得当心。激光，他下路打起来了，没去。蜘蛛肯定是不在下路，他就在这一块，在左边这一块，上路也没去，看到没？而且他卢仙走位这么那个，在蹲我，但是你蹲不到啊，你不可能蹲得到。龟缩的一，在下龟的一，动不动？他蹲了我好久，没蹲到。来就是一套 ，OK， 小心，这个狗头好像有点废了，啊不是，蛮王，等一下我不能探黑啊，探黑我不太秒，好 ，OK， 看到他的位置了，好，那你就GG喽，哎，难受不难受？你帮中路你帮不到，龟王。但是我伤害不够，我蓝太少，蛮王得过来，看他怎么走。你往这里走，你往这里走，那你走不了。点你，点你，他有闪，有闪我就不要放这个了，放的没用，看你的了。差不多 ，OK， 回家了，1300块。两层，这个一出就厉害了。带提速了，买个针眼，抓不到我，视野差好。带我三件套，来，蓝 buff 搞一个。在他身后，一机关很痛，现在的机关很痛。这个地方啊，我要从这里走，蜘蛛在蹲我，没有蹲下去了。OK， 那你这个就危险了。那你就你蜘蛛不在你就没得了，你以为看到在下啊，
是一首混乱风暴，开个旗袍硬追，愣头小青年的感觉，脑淤血很舒服，一直追死。蜘蛛来了，我得赶快了。但这个钱我要吃的呀，要吃的呀，溜溜球了呀。啊，拜拜，给你这个牌一下。哦，死心不改。哦，你是哪？哦，嘿嘿嘿，你在干嘛呢？你不可能溜达呀！啊，哎呀，现在的小青年容易上头啊！不亏啊，骗个闪现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并不是很亏。嗯，哦，没到。我们的塔被偷了，但是我感觉他要死了。一好，拉塔摧金断骨，提速，是一机关，大招，哎。搞定，没事，不用怕。再吃一个助攻，我们现在全面优势。哎，炮车没吃到，一激光痛不痛？相当的痛。好酷啊，出来就是一激光，很好，人巨多。 OK， 回家900块，殡葬还不够，差一点钱，我想把这个卖掉，卖，直接出了更好。哇，这个东西做出来就厉害了。不用去了，提速、激光、有兵杖，你怎么跑？提速、硬追、愣头小青年，现在是愣头小。我靠！蜘蛛过来保了他一手。蛮王来了。行不行？我帮你照一下，好像不太合适。快撤！哎呦，有这个东西，我激光没蓝，我靠！一激光，一红系能量蓝够了。撤，回家，300块。好。无妖之祸，下一件。我们点了未来市场，啊，未来市场可以让你欠费，但是你要还的。帮我打个蓝。吃个蓝，我们现在全线优势，防御塔推的比较多啊，感觉再把这一盘死不了了，只能死这一次了。好，我这波有闪，绕后有兵杖，威力很大的，但是我得贴墙走，让他眼看不到我。
好像看到我了，我得跑了。好像就没有，应该没有，有的话他露露不会不动的。拥抱进攻吧，我靠，这个蘑菇大胆子这么大，上那个你们本事这么大，全部就送你磁场，别动啊！你还能把我追着？我这手冰杖可不是假的呀，风筝抓起来。队友没了，没事，风筝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给你个这个，管束，好像不行，好像不行。这个时候杀出来一个狗头啊！感谢袁小毛的飞机，谢谢袁小毛，感谢毛兄。我 CD 不够，吃蓝才25不行，必须要达到35以上。死了，这次肯定死了，不出这个东西打不动狗头了。狗头非常的肉，火龙搞一搞，蛮王现在没什么用，还不如单带去。这肯定打不过。你在开玩笑，人家一个枯萎你就等于没有了。啊，你就等于这个英雄就是超级兵。缓速，但他很怕我。我这时候缓速让他非常的难受。啊。缓速还是很恶心的。这条火龙搞一下。小心埋伏，没事，不怕。哎呀，没晕住，晕住死了，晕住死了。为什么追过去了呀？怎么他会打火龙了？炸死你！混乱风暴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不亏了，不亏了，这就够了。哎，那你是几个意思啊？你单人你是几个意思啊？你是几个意思啊？狗头来抓我呀！哎，那缓速，哎，勾引成功，提速加缓速，跑得还就快，一缓速，只能这样了。哇，这个把我。搞得弹尽粮绝，但是就还行啊，我的贡献已经打出来，你打狗都没用啊，这根本打不到狗头的呀，打仗还差两秒，尴尬，哦，尴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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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我靠，完了，不能这么搞啊，我靠，1000块，行，来个1000元现金红包。这个火龙我们吃不到，准备好了没有？3、2、1，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，完了，挂到库尾就完了，完了，还没定住，大招没弹起来啊，没弹起来。好，我来了，并不是。并不要很虚，好，不要虚，有我在，我很强的现在。我很强的，我等我闪现好啊，这个龙他们争不了了，我已经把耗到没血了，我这激光太强了。啊，这个有点无奈了，被定住了，我靠！哇，那我你就没办法了啊！那我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的，就原站在原地罚站，好吧？你打兵长我一个托，提速缓速，原地罚站，重力磁场，这个不踩口头的，哎。
打这种笨拙的英雄，我一个顶俩。啊，灵动，飘逸，恶心，管他说，让他原地罚站。好，舒服。不够，我再打一点钱，我可以欠费。我可以欠费，欠他275，1300块钱减275等于1050。电竞神算子，够了，回家刚好，完美。来来来来，大龙搞，大龙搞。200块钱费，哎，你跑到这里了，GG，全场动不了，被风被他枯萎挂中，对对，不用跑了，不用跑了，不存在跑得了，不存在跑得了，终于吃到美味可口的大鸟了，哎，好，机关拦路。很好，大轮，吃，吃，哎，吃，不怕，他们蘑菇在下。哎，哎呀，我靠，完了，哎，完了，我切换出去，你打我，哎，那你就别动了，哎，拉别动，原地他就那个罚站，哎，从头到尾动不了，好吧，这个混乱风暴跟着你，能动算我输，你 Q 我一下算我输。从头还数还到尾，可以打，要打就快。啊，狗头看到我头皮发麻，一机关别动，哎，无所谓，你扫不到东西，很好，舒服，直接拿。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回家一波。行行行，可以，撤。内测师好烦啊，内测师真的看到我就好烦啊，他这么好的装备。两次了，一点输出没打出来，有闪也没用，我也有闪，我有疾跑，从头到尾风筝到死，一次平 A 都出不来，尬的一。哎，小兵怎么这样出来的？好，法穿棒啊，让你出魔抗没有用，让你出魔抗没有用，还是二手 CD。出了一个这个了，急了，正义荣耀，急了，正荣耀加上绿甲，绿甲防我伤害，正义荣耀再提他一手速，但没关系，我的缓速是无限的，无限缓速，他只要过来给他一个，先给他一个套个混乱风暴，啊，然后全程冰杖缓速 ，QE 缓速，重力之掌定住拉回去。大龙 buff， 我靠，老子赢！我还想蹲他一手，一激光60块的感觉，你懂吗？你体会过吗？很舒服。有双招的。好，疾跑开起来，闪现了，激光混乱虹吸炸，很无奈，推没事，狗头进不了我身，狗头进不了我身，啊，缓速，哎你哎你怎么说？哎别动，缓速，好别动，哎原地罚站。你正义荣耀也没用啊，给个疾跑也不行啊，就走不动就走不动啊。瑞雷尔冰晶结战没蓝了，好吧，这个东西你应该懂，
瑞雷尔冰晶结战。很打，很舒服。啊，这个蓝 buff。好，三十五 CD， 防弹棒也有了。走，哎，蓝 buff 太重要了。走，来推他中上。这个蘑菇有点烦。耗我血，没事，不怕，我一手走位。你想干嘛？想好了没有？金哟，就闪，他居然挂到我了。得了级，下路被推掉了。我们蛮王待在下，我并不是很怕。哎，把他勾地收掉。好的，定住。来了，蛮王可以抱团了，可以抱团了。我这波有疾跑，翻皮水，给他来一个叫界，无尽的怒火，没啥用。我靠，这无尽怒火很尴尬。好，改出。一波拿下，疾跑开起来，混乱风暴绑起来，哦，再吃个头，啊，美，又试一次，很好，500块，明天好吧，今天马上要休息了，先看看这个红包谁能吃到，啊。